博主在早上放羊的时候，发现对面山坡出现一只豺狼，他似乎已经发现了博主埋伏狼的地点，快速朝远处跑去。由于豺狼出现的距离较远，博主并没有放开手中的砍高钳，而是目送他消失在树林中。豺狼虽不及野狼体型大，但也有抓羊的例子，一些受伤的羊或落单的羊也会被豺狼猎杀。但最重要的是，豺狼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在它不远处一定有狼。作为机会主义者，豺狼会跟随在狼群身后，等狼猎杀完后会吃一些被狼丢弃的残羹冷炙。因此博主提高了警惕，他试图在树林中看到狼的影子，不过由于松树林茂盛，博主并没有看到狼的身影。考虑到狼可能就在此处闪手，博主一个闪现和山脚下吃草的羊汇合，避免他们在山下遭遇狼的偷袭。砍高犬们似乎嗅到了危险的气息，徘徊在羊群边缘，地上留着狼或者是豺狼的气味，可能气味留下的时间较长。砍高犬并没有盲目追击，他们只是提高了警惕，时不时抬起头观察一眼远处的情况。虽然猎食者可能从这里已经走过去一段时间，博主并不敢大意，特别是他刚刚已经看到豺狼的身影就在羊群不远的山上，足可以说明狼可能已经盯上了他的羊。只不过由于砍高犬存在的原因，狼并没有贸然从山上下来，他们在等一个时机。因此博主决定将羊往山下赶。在山下人类活动频繁，对牧羊人来说能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，狼并不敢贸然冲下山抓羊。时间来到中午，博主在一处空地放羊的时候，他的五条砍高犬忽然朝一个方向跑去，狗可能在地面嗅到了什么，一起朝山坡下跑去。狗可能发现了狼，博主旋即加快脚步去支援。在一处山坡，博主发现了出现在他对面山坡的狗，狗在对面山坡树林中不停狂吠，他们可能已经发现了狼。但是地形问题，博主并不能快速赶过去，只能大声呐喊以声援他的狗。画面一转，当博主急匆匆赶到的时候，他的三条砍高犬在空地抓住了一只豺狼，这只豺狼很有可能是早上看到的那只，他很不幸被砍高犬追上，轻松结束战斗。虽然博主并没有来得及拍下砍高犬抓住豺狼的画面，可并不影响脑补，在茂密的灌木丛，体型娇小的豺狼穿梭自如，的确能很好躲开砍高犬的追击。但砍高犬有数量上的优势，他们围追堵截，豺狼还是很快被抓住，或许只是一口的事。